或许这会是我最后一场表演。谢谢你。哎，你也有在玩音乐哦？算是吧。哎呦，不要不开心嘛！你看，今天风景这么漂亮。那我先走喽。等一下，我晚上八点在海洋广场有表演，你要来看吗？再说喽。你看，原来基隆不是终点站，而是下一段旅程的开始。也许我只是跟你们擦肩而过，但你们却带给我希望，让我继续追梦。我想，最美丽的事物并不是风景，而是那些温暖的感动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基隆。